今天我们来吃个10月稻田的黄糯玉米，给我女儿一根，一大根，刚刚出锅的，你看，用这个铝箔包装，带着铝箔包装去煮的，烫烫的，它是更好的锁住里面的鲜甜和营养啊。软糯香甜，它这个甜度是微甜多，它带着包装去煮的话，它是更好的锁住里面的香甜和营养啊。你们煮个15分钟，吃起来就 QQ 弹弹，煮个20分钟左右，吃起来就比较软糯。这个十月稻田的黄糯玉米一袋的话，给大家发8根，都是今年的头茬黄糯玉米，青玉米啊，吃起来就是很嫩的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你们平时当个早餐啊？都可以的，轻食代餐嘛，饱腹感强。这个玉米品质很好。刚出锅的，好烫。